你的生肖是什么呢？所以你的生肖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。OK，好，安玉，你属什么？我属羊，对，你属羊。羊，对，你羊。属羊，很棒。安玉属羊。好，辛娜，你属什么？我属老虎。嗯，你属老虎，很好。好，属狸，你属什么？我属老虎。哦，你也属老虎。OK，所以 you are the same year with 辛娜，is right？哦，I think maybe。OK，好，杰森，你属什么？我是后。哦，你属猴。OK，很好。婷宜，你呢？婷宜属什么？我说猴子。哦，你也属猴。OK，好。纷纷呢？纷纷属什么？我说鸡。哦，你属鸡。OK，很好，好。所以你们都知道自己属什么。OK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文，我们来念一次。老鼠是第一名，杰森。老鼠是第一名。很好，鼠林。鼠林。老鼠是第一名。对，很好。OK，很好，好，纷纷。老鼠是第一名。对，OK，老鼠是第一名。很好，好，婷宜。老鼠是第一名。老鼠，老鼠。老鼠。对，很好，好，下一句，然后是牛、老虎、兔子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子、鸡、狗，最后一名是猪。辛娜，然后是牛、老虎、兔子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子、鸡、狗。最后一名是猪。对，很棒，好，安玉。麦克风，麦克风。然后是牛、老虎、兔子、龙、蛇。马蛇，蛇。蛇蛇马羊猴子鸡狗，最后一名是猪。很好，好，纷纷。然后是牛、老虎、兔子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。猴子、鸡、狗，最后一名是猪。对，很棒。好，接下来这些叫十二生肖，属灵。竹林，不过，只老师，I cannot really hear your voice clearly. 哦，OK，好，好，这些叫，这十些二。叫十二生肖，生肖。叫生肖，生肖。
对，很好，这些叫十二生肖。Yes， 生肖。好 ，OK， 婷宜。这些十二生肖，这些叫十二生肖，是这些叫十二生肖。很好，好，杰森。这些叫十二生肖。对，很好，很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下一句。2020年是鼠年，辛娜。2020年是鼠年，很好，安玉。2020年是鼠年，对，很棒，鼠年，对，好，芬芬。2020年是鼠年，鼠年，对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杰森。